Does he tell you he loves you when you least expect it? Does he flutter in your heart when he kisses your neck? No scientist or biology, it's obvious when he's holding me. It's only natural that I'm so affected. Oh, and my heart won't beat again if I can't feel him in my veins. No need to question, I already know.我们现在是在半屏山，你看户外的树啊，怎么长怎么茁壮，它的树根竟然把这个石头给包起来了，哇、哦，稳若磐石。一张我睡吧，这大张嘞，哇，你好茁壮哦，哦，哦，睡睡睡睡睡。伊肩端啊，甲石头端啊，甲揽咧安尼，风太来我都唔惊咧。不定。客定调诶，赞。这位大哥说他差一岁就九十岁了、嗯，他住在举光、哦。哇，然后他每天骑摩托车来爬半屏山是吗？对。哇，啊你每天都爬这样子爬哦？对，每天都来。每天都来。每天来，没有缺席，全勤。全勤奖，按你百个赞，哇塞！祝你健康，祝你健康，好好赞，你是我们的偶像，哎呀。我们现在在高雄的半屏山，半屏山自然生态公园。哇，这里好凉哦，而且现在步道整理得很好了，它可以鸟瞰整个。这里是什么？左营是吗？左营左训中心。左营左训中心呐、啊。左训中心。哦，好、哦，对对，好、哦、那个位置。左训中心。好、哦，左训中心。对。哇，这门前的风景都够水的哈。啊，来这爬山吼，啊，风景有够好，搁未晒到日，有够好诶。哇，好棒棒！还可以看我们的高雄城市呢，漂亮。今天是106年11月5号，我们现在是在高雄左营的莲池潭物产馆。哇，这样的假日都有市集呀、啊。对呀、啊，很热闹啊！他们会把自己种的东西带出来卖，卖菜、卖有机的哦。对啊，
这个叫做微风市集。微风市集，对呀、啊，微风市集。运动完了就来这里买菜了。